各位同学学习了指数以及对数的微分之后，有没有发现结果是蛮简单的呢？那么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各位同学在学习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了解的，因为尤其是欧拉树，尤其是他们的推导的这个思考的过程，各位同学应该要可以多思考，多想一想。